大家最喜欢动物界的哪种动物呢？小编还是比较喜欢鸟儿的，它们小巧而且还很机灵。不过鸟儿的种类也是很多的，今天要说的是一种很漂亮的鸟儿，它们叫做彩环。彩环就像它们的名字一样很漂亮，它是一种深褐色带闪光的环，体型也比较大，上体具绿色及紫色光泽，红膜褐色，嘴巴是黑色的，脚也是绿褐色，脸部都是露出来的。彩环除了头以外身上都是羽毛，而且羽毛大部分都是青铜绿色。彩环的叫声还带着鼻音的咕咚声，它会在巢穴的周围发出嘤嘤及咕咕的叫声。彩环也会选择在温暖的河湖及沼泽附近生活，有时也会到稻田中活动活动。它们很喜欢集体生活，还会经常与其他的鸟类一起活动。彩环飞行时也是很有意思的，它们飞行时头颈向前伸直，脚伸出尾羽的后面，主要靠两翼鼓动，就像是飞机一样。起飞时还会进行滑翔，两翅扇动较快，滑翔技巧也是很好的。彩环很擅长飞行，飞行距离一般都比较远。不过彩环因为栖息地污染，现在也是濒危动物了。看了这么多，大家是不是也喜欢上了这个漂亮的鸟儿了？好了，本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告诉小编哦。如果你也喜欢动物，喜欢自然，希望大家动动你可爱的小手帮小编点击一下关注哦。谢谢大家。